新嘅一年，大家最想食嘅回转寿司店寿司郎依旧大排长龙，未有机会食，睇住片止下瘾先啦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寿司郎嘅小编啊。今年第一个嘅期间限定咧就系新春制啦。除咗有一年一度大家都好期待嘅蟹商品之外，今次咧仲多咗嚟自日本嘅开运鱼王。希望新嘅一年全部香港人都可以行大运，事事顺利。咁今次就有好多蟹嘅商品啦，其中一款我自己好推介咧就系呢个特盛红草蟹海苔包啦。红草蟹咧本身嘅肉质咧系好幼嫩、好细致嘅，咁今次呢个海苔包咧就放咗好多好多红草蟹喺上面，再加埋呢个蟹膏去提鲜，再用呢个紫菜包住全部料一齐食咧，你会觉得成个口咧都系蟹嘅鲜味，好满足、好开心、好好食咁样嘅。蟹肉拌面好有惊喜，酱汁浓郁挂面，味道咸鲜，加上大量蟹肉，层次丰富。而即叫即炸嘅可乐饼，外皮香口，内里蟹肉忌廉馅料够晒 creamy， 所以听讲一出啊就大受欢迎，好值得一试噶。今次嘅新春制咧，除咗有蟹商品之外，仲带嚟咗嚟自日本嘅开运鱼王，咁就好似呢个日本真鲷配乌鱼子咁样啦。其实真鲷咧喺日本咧系有富贵长寿嘅意思，再配埋呢一个喺台湾嘅乌鱼子，咁咧佢本身已经咸咸地噶啦，所以你成个寿司食落口咧，就算唔加任何酱汁咧，都好好食嘅。咁呢一款咧就係北海道產特大活帆辣貝啦，咁佢係完全冇經過任何冷凍啦，就由北海道直送到香港嘅，所以嗰個鮮甜嘅口感咧係完全大大提升嘅。咁今次點解會揀呢款商品呢？因為其實咧佢喺日本咧係有順風滿帆嘅意思嘅，因為佢嗰個外形啊就好似喺海上面揚帆行緊嘅船咁樣，所以今次咧特登又想帶到嚟香港啦，喺新一年俾香港嘅朋友可以試一下，咁全年咧都可以行大運咁樣嘅。甜品方面，仲有人气巴斯克烤芝士蛋糕，配上自家制忌廉，性价比高。咁今次咧，除咗期间限定嘅商品之外咧，仲有一款商品系好想推介俾咁多位试客嘅，佢就系呢个真真真油金鱼天生啦。其实天生系啲咩呢？佢就系鱼骨周围嘅肉，咁呢啲肉咧系冇筋嘅，所以食落去咧係好幼嫩，同埋帶少少甘甜嘅。咁因為佢係得好少啦，所以係數量限定嘅，唔係成日有機會見到。同埋咧，佢係冇相嘅喺壽司郎嗰度，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佢有少少神秘。如果下次咧大家見到，記得要嗌嚟試一下啦。而家咁晚市堂食，於是佢哋就出咗多款嘅外賣壽司組合。最新推出嘅就係呢一款一盒十一件。全部都是今次期间限定的产品，就算等不到位堂食，买回家回去慢慢叹都挺不错啊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